五六七八。萨瓦迪卡，好吗？我是一只泰国虾，在水里。同学，想不想去泰国玩？萨瓦迪卡，你好吗？我是一只泰国虾，我有个。去泰国要吃什么？泰国虾。来了，泰国虾。泰国虾，好肉酱上我最香。泰国虾，泰国虾，双手一起往下压。泰国虾，泰国虾，通通过敏的乳糖。泰国虾，哎，过来一起跳啊！来，我不要了，不用。哎，不要跑嘛！不要，来啦，一起跳啊！告诉你，我在公园教跳舞是免费的，很欢迎你参加。我预感差不会跳。不会啊，你看起来很健美，运动细胞应该不错吧？第一次有人说我健美。你的妆化得很好哎，流汗都不会掉。我没有化妆啊。哎呦，难怪那么自然，天生丽质啊。何でもワンテンポ早い小智。30歳お一人様。情人节有什么安排？念願のデートのはずが、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が消えた？昨天才是情人节啦。謎を解く鍵は、覚えのない自分の写真。不是啊，你怎么有两张照片啊？忘れていた鍵。林三八。そして、何でもワンテンポ遅いグワタイ。你好。谢谢。彼にはある秘密がある。爱情这东西会消失吗？なくした一日を探して見つけた大切なもの。有人说，人生是由许多回忆组成的。这世界的事情，你懂得很多吗？秘密を紐解いていく先に、誰も見たことのない最高の奇跡が待っている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的秘密基地。一秒先の彼女。看什么看？